太强了，太高了。哇，又让红军抓到了一个。姐直觉的反应一定也错了，又来了又来了又来又来，又没有人攻，这个这冒出都可以，他们那也算不错的呀。包括现在这阵都还是主要是装交给还是两个人啊，对，刘洪敏跟黄正良啊，他们两个是最稳定。这是把身体是往后仰了，慢一点再出手啊，经验好。球上面来讲的话，比较细致，对，比较细致。现在拿到后面往后拉了哈，对。又是不好上，现在是红敏在后排一球一分啊，真的是一球一分。对，其实是因为你看他那么好打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的快攻完全欺负到了。啊对角还是一样，还是交给哇，真真哇，一球一，接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真是接得好，这球又是给了洪敏，跟洪敏，对，我们看看洪敏啊，在第四局的时候，洪敏的整个的一个进攻的一个这个变化里面比较多一点，是。又来了，哈哈，再一次，哇！现在完全守不住他，完全守不住他，就完全把这个林奕晨也锁在那个地方，林奕晨并没有去选择。还是后半场掉球，哇！小球连拿四分，逆转9-8，这就是经验了。我觉得洪敏的一个这个他的经验呢，确实是相当的不错。看他太阳。整个的一个防守权放得非常大，而且三个人上来拦，我这个是小球点，还是后排，再就是还是刘洪敏，喂，开门就上，完全不，哇，哇，又是。